道奇宗猎魂试炼今日开启，道玉老祖陈鹤天游儿总领试炼，此去务必力震蛮荒，扬我通天之威。是少祖啊，这一别就是十年啊，你走了，你让我和兄弟们可怎么好啊。哎呀，不就是十年吗，很快就过去了。宝钗，你小子别婆婆妈妈的了，咱们在后方可不能让少祖担心。客栈就交给你了。啊，少祖你什么都不用说了，我既然晋升上来，定会照顾好客栈的兄弟们。好好好，放心去吧。降魔堂的专属任务老夫就不给你安排，只要你专心晋升元婴，一切足够。好你个死老头，都这会儿了还想着给我派任务，想得美。多谢堂主。各位保重。少祖，等你们平安回来。让我看看你的实力。这流速度也太快了吧，那不是陈月山吗？陈师姐身手不凡啊，白某佩服。你也不赖。哎，这么漂亮的姐姐怎么凶巴巴的，还一身杀气，就不能像我那样单纯一些，能胜过咱们少主的人寥寥无几啊。这个笑真让人不寒而栗啊。哎，哪里的话，各位太抬举我了。时辰已到，星空舟准备起航。赵师兄天骄，不就是瞬移吗？等我练成不死金，一样可以做到，显摆啥呢？弟子赵天骄，拜见各位老祖。放肆！时辰已过，你有何理由延缓出行？弟子过来之时，发现杀我师弟的邪修三人，我一一将其击杀，耗费了一些时间，请老祖责罚。水河老祖，逆风真人，烟云老怪，三位都是元婴初期的修士，都是你一人斩杀。正是。不就是越级斩杀，我以前也干过。罢了罢了，尔等都是我宗天骄，此行还需半年，各自回居所休整。居所分有五层，按星空道级榜排名分配，前三名二层，前十名三层，都有特殊价值，尔等切记修行。哼，这才对嘛，排名高就应该住得好。月山师妹，你我房间正好相对，很方便。方便什么？师尊说修行不能懈怠，我们可以互相督促。修行？好不容易父亲不在，又住得如此近，正好交流心得。师妹怎么了？不高兴了？我好得很。这样不好吧，男女同居。一别无期，就让我再照顾你一段时间吧。麦瑶啊，我知道你的心意，可以要顾及一些舆论。哎呀，想不到这个逆河质子竟是如此贴心的男子。这就贴心了。你俩也来吧，跟姑父走，我那是前十弟子才能居住的独栋豪宅，有享受不完的灵食灵气，吃得不好怎么修炼嘛。你小姑把你托付给我，我岂能看你因为任性荒废修行？还是说你不想超越姑父了？我去。哎，孺子可教。那就这么决定了，我们几个住在一起。小哥哥，我也去你那里，你不会又躲着人家吧？今天
就陪我一起玩个痛快吧。俺们星空斗鸡榜九名十名，照着宁缺毋滥的原则一直虚位以待。老大，俺们相信你今日定能名留榜史。你们几个愣着干啥？快给咱们香火堂一哥加油啊！老大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没想到分开短短几年，我儿他已经突破金丹后期，而且他的功法怎会与寒门养面诀如此相似？在他修为加持之下，这股寒气也与我中寒相当。更棘手的是，他身上这股阴鬼之气，我应该在哪里见过？对战之中开小差，可是不好的。老大，这可真是意外的收获。没想到寒门养面诀竟能吸收他的寒气，竟然如此。这白小纯倒是有几分聪明。公孙的寒气虽然诡异，但终究与他功法相似，只要运转修为就能吸收，化为己用。你的寒气白爷我收下了。这白小纯竟然将对手的功法给吞掉了，难道他真能逆转？此战值得一看。婉儿师妹，战斗现在才刚开始。专心刚才是婉儿不好，现在我们就来玩点有意思的。这公孙婉儿，他真的是金丹修士吗？有意思。公孙婉儿，无论你有什么秘密，使出什么招式，此战我必牺牲。只有你能让我这样兴奋。
孙婉儿，我没有时间再跟你耗下去了。兽吼之声，竟连我们外面都能听见。水泽，我渡。下次再和婉儿一起玩吧。难以置信，这白小纯竟然胜了。可眼下，他这是在凝结。上寒，三个时辰，从我们有史以来最快通关，奇迹啊！这是。师兄，你怎么看？以他的潜力，的确极有可能通关。白小纯，宗门同意你的要求，赏天人之力一份。怎么看不到里面的影像？到底发生了什么？空域弟子白小纯自愿放弃第七关。放弃？星空道极榜最终排名第十。其中定有奥秘，毕竟他的思想，他的境界，不是我们这种层次可以理解的。快点，再快点！我醒了。起效了。有天人之力辅助，这下你师兄性命无碍。太好了。试炼高强度的消耗已到这小子的极限。少祖，让他好好睡吧。居然可以睡三天，你又在做什么春秋大梦？白小纯，给我起来。千儿，哼，你以为我愿意来？你不是外出历练吗？这么快赶回来，是不是不放心我这个长辈啊？白小纯，你别以为自己榜上第十，帮了宗门一把，我宋缺就会服你。帮了一把？宗门现在什么情况？星空道极宗始祖圣令，逆河宗少祖质子白小纯及其护道者等入宗数载，质检功勋，勤勉有成，榜上提名，未来可期逆河宗培养有功，特降嘉赏。不枉咱在这折腾了几年，大家在宗门终于能过上踏实日子。哎呀，谁叫我白小纯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如星辰一样。差不多得了，白小纯。白师兄，是白师兄。白师兄，白师兄，请给我签名。白师兄，白师兄，你给我签个名吧，这是好事。你这家伙站那么远干嘛？我给大伙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的护道者，大名鼎鼎的。我知道，他是那个谁。哦，你是神算子。何以见得呢？护道者里只有他这气质才配得上神算子这个名号。底城算命先生就长这样。什么眼神啊？神算子有胡子，他分明是徐宝才。看那双小而有神的眼睛，什么情报都逃不过他的洞察。够了，给我闭嘴！星空尽速，通天有旨，弟子恭迎达旨。
长城边界战事波动，故猎魂试炼即将提前开始。一个月后，星空道级榜上1000弟子，星空州喜航通往蛮荒，为期10年。终于开始了，这等了太久了。是啊，猎魂试炼，怎么今天看到元婴的大造化呀？天助我也！一个月内，我必闯入星空道级榜1000名。猎魂之后，白小纯，你只能永远被我碾压。竟然要进行10年，还是去蛮荒？少佐，慢瑶求少佐相助。听了少佐对美观的讲解，我必能进入星空榜1000名。然后名正言顺的回家。曼瑶接下来只要去闯榜就能回家了，但我身为质子却不得不远离家园才能守护家园。是啊，曼瑶此去恐怕也便与少祖没有再见的机会。到了蛮荒，若你过得不顺，随时可以加入我们。不用担心，我也就是抱怨几句，我白小纯才不会怕苦服输呢。只是这试炼真能让人踏入元婴吗？地脉元婴所需的五行天兽魂在星空道极宗几乎看不到，但蛮荒不一样，蛮荒没有灵气，修士只能吸收各种亡魂进行修行，也就是猎魂。这一切是因蛮荒存在着一条生者看不到的河流，一条从通天世界存在起就将所有王者之魂通通吸入积累的冥河。无边无际的亡魂中一定还存在着天兽天人，说不定你甚至可以天道元婴。自白小纯来到星空道极宗，他的晋升闯榜依照计划顺利推行，小主也按主人之意促使猎魂提前，现在只剩最后一步，请莫功亏一篑。让父亲放心吧，今晚我会为一切画上句号。是什么人竟然能干扰我设下的禁制？小纯，从前无数次幻想过这样再见的一天，也早准备好了说出堵在心里的话，可现在却说不出口。对不起，这道留影已是我唯一和最后的办法。什么意思？究竟在哪儿？我知道你心里还有很多疑问，但我只能回答一句，我来自通天岛。所以别再追问，别再用任何方法接近所谓的真相。带着这枚火系天人魂，放下此处牵绊，去追寻你所渴望的长生之路吧。至于你我，唯愿各自珍重，永不相见。好个永不相见，简单一句就能把曾经全然放下了。杜凌飞，其实我明白的，我们都有各自的路要走，你大可放心，无论在哪儿，我白小纯会活出自己的人生。
论山危柱，不取于象，而在于灵。动若诸灵，即可威石容山。不是单挑，修炼。护你二者之灵，助我容山。送我过去。一个时辰，我要这个男人的全部信息。都是宗门失传秘术。此人我熟，他是我们的老大的老大，响波堂天之骄子白小纯。这人山诀完全是攻守兼具，居家旅行必备耍帅神功啊！若再叠加其他功法，估计效果更加爆炸。就拿下一关练练手。进入下一关，老谭就正式登榜了。虽说登榜之后的关卡更加凶险，甚至可能会危及性命，但之后每过一关的宗门地位可是蹭蹭蹭的涨啊！如果能通玄关，甚至还能向宗门许愿呢。等等，危及性命？反正目标已经达成，还是就此打住吧，没必要为了练手搭上小命。嗯，怎么了？不巧，我接个传音，你先行一步。等你哦。少佐不好了。你说清楚。张大胖他出事了。不好。你还坚持，我已经传音少佐了。在人彩虹待着，又下来惹什么麻烦？光靠咱俩着实顶不住了。怎么办？他快不行了。是少佐？到底怎么回事？少祖您离开后，我们几人便相继闭关结丹，谁成想张师弟突破遭遇瓶颈，等我们发现时已经……好熟悉的黑雾，难道是当年？是炼灵古法，是炼丹，此乃上古炼灵时修炼之法，结丹之路艰险异常，一旦失败必死无疑。此子已油尽灯枯，就算我等修为相加也无力回天。那老祖呢？难道就没有办法救他性命吗？确实还有一法。究竟是什么办法？天人之力，天人百年修为凝练而成，可为低阶修士重塑炼丹。请老堂主告知小纯如何才能得到。此法有损天人修为，不可遇也不可求，除非你能依照宗规通过星空道极榜试炼第六关向宗门索取。我以自身修为暂时压制黑气蔓延，你要尽快决定，这是让你师兄活下去的唯一办法。就算我全力相护，此子已无法支撑太久，你只有四个时辰。足够了，我一定会按时回来。之前白小纯确实厉害，可比起这位师妹还是差远了。说不定啊，他就
的知道自己的秘密通关，还有自知之明被出卖。等他什么时候过了第五关，进入前百，才有被我关注的资格。白小纯只用了一个时辰，就已经突破到第五关了。必须在钟声再次响起前，闯过这一关。怎么这么安静？赵一东说过，登榜后每一关都更加凶险。还是小心为上。疼得好苦啊！赵一东，来了！老大，这一关的全是冤魂，都是从我宗门，我特地收集来的一些宗门弟子的。别看现在没地方，其实混沌苦海都这么的暗处，极其难缠，今天大圆满都寸步难行，更别说到达对面的传送阵了。那还不趁着他们没出来，赶紧跑！老大，千万别冲动啊！这东西和陨剑深渊里的杀手煞灵都是魂体，或许他们也对那个东西感兴趣。好，聚首丹。老大，那个步骤具体说我不知道了。
然和我猜的一样，此法可行。前方就是终点。啊，没了！不用劳烦老大，我来。这种小东西，别说一个，就是千百个也不在话下。药里还有些不稳，看来还有待改良啊。此丹就暂且叫聚魂丹好了。啊，老大，这可是魂帝，你说收就收了？我的手段可多了去了。这次苦关全靠老大，算不得俺自个儿的本事。来日准备利索，俺自个儿再来挑战。老大，第六关是要和前一名过关的凶士化身决战，俺在这儿祝您五运昌隆。后会有期。这白小纯这么多冤魂直接让他受空了，光凭几枚丹药竟然就有如此惊人的效果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白小纯不就是先前底层城池的那位白药师吗？白药师是传说中青龙会的那一位。听说他光凭几炉丹药就将全城搅得天翻地覆，早听说他的丹邪，没想到竟直接把第五关给扫荡了呀。赢下此战就能向宗门许愿，救回大师兄。想不到此关胜利者的法相竟会是他。金丹后期，今天就陪你一起玩个痛快吧。